那我们平时如果是，我们出现了一些症状，比如说我们反复咳嗽啊、喘息啊、胸闷啊、气紧啊这些症状以后，那么我们怎么大概自我鉴别一下，我到底是哮喘了呢，还是患了其他呼吸道的疾病呢？我们大概可以从以下几方面，比如说我们反复咳嗽、喘息、气紧，我们这些症状往往是夜间发生或者是清晨发生。如果是还有伴有一些，比如说鼻痒、打喷嚏、流鼻涕的这症状，那么我们患支气管哮喘的几率是比较大的。而且我们哮喘的一般发病呢，它是一个，就是说一个慢性的，就经常反复发作，然后可能有一些季节性，或者是有一些诱因，但是它会就是说经常发作，那么这个就要引起我们重视了，那么我们就要高度警惕，我们是不是患了哮喘？那么如果我们仅仅是比如说，一个急性的，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受凉啊，或者是一些或者是到了接触了一些比如说感冒的人群呢，产生的一些咳嗽啊。就是说咳痰呐，然后这些症状呢，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些是不是就是一些上呼吸道的感染，或者是伴发一些支气管炎啊、肺炎这些症状。那么如果确实自己也分辨不清的，那么就及时到医院，那么请医生帮助你进一步。